来，我跟你讲，龙虎武术入门，首先要学的就是 ISO。 你是可以大有作为，聪明。佳呀，听老爸说，龙虎武师是靠动作决定圈里的地位，你不是一匹普通的马。好了好了，起来了起来了，我帮你抓住这次机会。 师徒要当龙虎武士了，没有退缩，没有胆怯，来！漂亮！我们再训练他第二个动作。不，我怕你跟屁股。你死定！比心。等等等等，大哥，咱们一起拍戏吧，我的戏。